其实我脚上这双是超酷的，它后面有这个不是绑的鞋带哦，是一个造型，我觉得这也蛮酷的。百搭的话就是一定要白色运动鞋，它有蛇纹底、铆钉、水钻，远远看就觉得蛮酷的，但是低调奢华，近看就发觉细节真的很多。Let's go。